你之前处过几个男朋友啊？交过一个。那你知道男生最敏感的地方是哪儿吗？你只要触碰他那个点，他就会生气。我真不知道。是他的兵线，就是所有人过来碰我兵线，我就会骂他半个小时。我就是这么暴躁，对。所以有的陪玩老板就过来，哎，抢我兵线，不行。你喜欢玩游戏玩的好的小哥哥吗？肯定喜欢啊。就是咱俩如果能在一起的话，你会不会让我帮你上分？我会跟你一起打。你跟我一起打。如果你不嫌弃我菜的话。我嫌弃。其实我不介意别人说我菜。这样的，可以给你双排，但是呢，你要是坑了的话，你就自觉一点退出队伍，好不好？不好，别退啊！我觉得一起玩比较好。但是我玩游戏又不是为了玩，玩游戏是为了上分。我跟游戏谁重要？游戏重要。那次结束之后对你的生活有什么变化吗？有挺大的变化，你知道其中一个变化是什么吗？是什么？就是挺想你的。别搞啊。你现在在哪里啊？我在杭州。你在哪啊？我在湖南呢。你要我去教你英语吗？教我说英语啊。我的英语不会啊，我到时候出国不会交流不是很难受吗？那这样吧，机票有钱我自己出，你包吃包住，然后呢我会做饭，然后呢，然后我想买点啥的时候你给我买就行了。你好像魔教中了。你谈过几次恋爱？两次。怎么我们别人都是谈两次呢？其实很多人是谈三次的。为什么？是我爱的，一次爱我的，还有一次呢？是厮守一生的。你会是哪一个呢？你猜。我希望是最后一个。我们互换照片怎么样？我给我的照片，你给我的照片，怎么样？那可呀，你百度范冰冰就是我。那你百度吴彦祖也是我。平时找你打游戏的有老板就是想跟你处对象吗？有吧，有时候会有。真的会有啊？这么变态？不是喜欢坦克怎么了？你长得不会跟那个叫啥来着了？你这么说吧，英雄联盟哪个英雄跟你长得挺像的？讲道理。格洛伊。我操，那你出门要被打了可能。你不会是真的坦克吧？啊，我真的是坦克。哇，你坦克？没有300斤，也有299斤。你真长这样，我出门真打你啊！声音这么好听，长个坦克一样，我真打你。就你是怎么在那个笔芯上找到我的呀？因为我注意你很久了，在播电台的时候，我在旁边默默的看着，仰慕你，暗恋你很久了。糟糕，是心动的感觉。你平时不在电脑面前玩的话你会干什么？我其实也蛮喜欢健身的。那你经常健身的话这个身材一定很好。还行吧，我觉得腿能看。腿能看。腿有多少看？不是你这个有点吓人，我有点害怕。我的天，我就很害怕。你是不是喜欢腿长的小姐姐？啊，对啊，谁不喜欢呢？那太好了，我算是一个大长腿吧。有没有照片？有呀，等会我们这局打完我给你发吧。照片，最好的照片发给我。好。哇，这个有点东西啊。哇，没干中好尬呀。没有，挺好听的。喂 ，Hello。好 ，Hello。这是谁啊？声音好小啊。这也是你粉丝吗？我是他，他是我粉丝。哦，不小。他是你粉丝。没事，不小。啊，小的是吧？对呀、啊。啊，对，你看你怎么可以这样呢？有一个小的在家里，你为什么要点小姐姐，对不对？怎么不会说话了吗，刘志豪？我卡了。哇，卡了，我话都不会说了。对，真不会说话了。没事，我觉得钱花值不值啊？哦，没有。我觉得嫂的声音真好听。对，特别好听。你声音也好好听。大家可以记一下这个小姐姐的笔芯号呀。行，今天谢谢你啊。快，赶紧撤了，我头有点晕，我不叫了，叫不动了，真叫不动了。那个，你不太行啊，怎么连我都保护不住啊？我为什么保护？保卫家园，这个家是我的家，我跟我老婆的家。不好意思，这个家没有你的容身之地。那我可以当保姆吗？那不就是帮我洗内裤的吗？我报警了。哎呀，我这个风墙怎么样？看到没有？我这风墙看到没有？可以挡住了全部的技能。厉害！还有呢？厉害！你这夸奖词语就如此匮乏吗？你膨胀了。
我肯定膨胀，废话，你现在是，如果是我，你不把我放在眼里吗？我为什么要把你放在眼里？其实我要不是结婚的，我现在后面还可以装个 X X。我跳开来说啊，就跟一个女孩开玩笑聊天的时候，你这个时候就是后面一句，就是我没有把你放在眼里，但是我把你放在心里啊。这个话就不是对你说的啊，你别理解错了，我是对我老婆说的啊。没事，我听见了，听者有份嘛。嗯，没份，跟你没多大关系。